香港媒体报道，国际影星章子怡与内地名嘴撒贝宁的绯闻虽未获二人开箱承认，但已被公认为一对。不过近日有传二人感情有变，早前撒贝宁被拍到与一女子秘密约会，该女子更不避讳架着撒贝宁作假出入，关系匪浅，而章子怡则被拍到与一男子同行，随后二人到了女方的别墅，直至凌晨时分男方仍没有离开。事件令章子怡与撒贝宁分手传闻甚嚣尘上。有传章子怡和撒贝宁的恋情虽然得到了章子怡哥哥的认同，但张母一直不看好，认为撒贝宁与章子怡仍有段距离，更透过亲友做说客，希望女儿深思熟虑。看样子棒打鸳鸯是中国式父母的保留节目呀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